学，请接着看当机获益的第三句啊，得般若蜜轮，明示现一切世间爱要庄严。这一句啊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呢，即忍度啊，人为上言呢，一切爱要啊，经文一开端跟我们讲得般若蜜轮，般若蜜是梵语啊，意思是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的法轮，称为般若蜜轮呐。在十度里面讲的是忍辱度啊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忍辱般若蜜在修学过程当中是多么重要。啊，世尊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，啊，《金刚经》大家都知道是大般若的纲要啊，世尊当年讲般若讲了22年了，啊，《金刚经》是般若的总纲领啊，啊，六般若蜜，佛是特别强调。布施波罗蜜跟忍辱波罗蜜我们读了之后稍稍能够体会他的意思啊，布施是能修福积福，忍辱啊能保持啊，没有忍辱啊，谁修谁就散了，保不住啊！啊，所以佛才讲啊，一切法。得成于人啊，成人成是成就啊，你不忍你不能成就啊，你唯有能忍你才会有成就啊。古来祖师大德教导学人，这一句是中心的课程啊，现在讲核心呢，换一句话说最重要的课程，
你有德行，而且你有戒心，你有智慧，你有才艺，甚至于你习惯为大众服务，啊，样样都好啊，你能不能有成就呢？决定在你有没有耐心，有没有忍辱。如果没有忍辱，这个人不是大气啊，很难成就啊。啊，所以祖师要测验这个人啊，就要测验他的耐心。啊，故意刁难，啊，找麻烦。早年，这很多年了，至少是30多年前，我在台湾禅林寺讲这个禅林宝训，还有这么一点印象，人名字忘记了。啊，这个是有一位大德，他看中一个人，啊，这个人是个法器，啊，他怎么样来测验他？啊，故意刁难，啊，说他违反规矩。把他签单了，啊，我们现在讲是开除了，啊，开除之后，啊，他一句话都没得说，没说的，依旧啊，偷偷的来听经。老和尚讲经呢，他在讲堂外面听，啊，讲完之后他迅速就离开了，啊，不让老和尚看见，啊，那么这个事情有些同学们晓得，啊，同学告诉老和尚，啊，说他还没有走，啊，还在头顶，啊，老和尚很生气啊，用什么许多方法折磨他，侮辱他，他还是不走啊，他能受得了啊，啊，到有一天老和尚传法了，大家也不晓得老皇上这法传给哪一个，啊，神座的时候叫人，那在外面那个不肯走的把他叫来，哦，法传给那个人，啊，才知道老和尚啊考验他忍辱波罗蜜啊，
样样都好，要不能够忍耐，还要有骄慢的习气。啊，受了冤枉，还有怨天尤人，不成大器啊，那就算了，就放弃了。啊，所以说无故加之而不怒啊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显示他真正的德行。啊，那么中国谚语常讲：“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”不能够忍耐，常常责备别人，啊，过失都是别人的，这个在德行上来讲，这最大的忌讳。我们学佛，这才最后明了啊。菩提道上最严重的障碍是什么呢？自赞毁他。啊，自赞毁他在菩萨界里是重戒，璎珞菩萨界里头是列在前面的。啊，这个不是瑜伽，啊，瑜伽戒本里面。啊，最严重的戒，啊，自己夸耀自己，毁谤别人，啊，你想想看，这种心哪里是菩萨心呢？菩萨心大慈大悲呀，啊，那个祖师对待这个人故意的侮辱啊，那是考验他了，是观察他了。啊，是一种手段，啊，并不是恶意。啊，这是我们都要晓得的。啊，是真正来成就他的，那是真正修行人，就是你是真正用恶意对待他。他用善意回应你，他的境界确确实实是向上提升的。啊，我们在经上读到，忍辱仙人被割礼王割戒身体，那确实是恶意，那不是善意，啊，那不是来考验的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看看忍辱仙人的用意用心跟世间人不一样啊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。啊，一丝毫报复的念头也没有。没有怨恨，没有这个嗔恚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没有报复，不杀生戒圆满了。你看看，在这个一念善心得到两个圆满，
啊，忍辱仙人不但不怀恨，而且还发愿，将来自己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报恩呐、啊，报什么恩呢、啊？帮助他得两个圆满。这两个圆满是成佛的真因。啊，世间人哪里会懂得呢？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，这最重要的一个心态，永远不怨天不尤人。啊，即使被别人侮辱陷害，啊，自己要认真反省，要想自己的过失，啊，我自己没有过失，别人陷害我，自己没有过失，前世啊，过去生中啊，一定有过节，因果报应呢，丝毫不爽啊。啊，世间绝对没有一个是没有原因的事情会发生，没有的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洲老居士告诉我，就是在战争里面死亡的，都是命中注定的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啊，他举的这个例子是事实啊！啊，他是早年间，那是在日本发动这个七七事变之前，啊，前几年，上海的暴动。啊，128的事件，日本人在上海发动的。啊，在这个事件三个月之前，朱金洲老居士，那个时候他在苏州。啊，他是一家银行的经理。啊，那么他们常常有几个好朋友。啊，也常常在一块聚会聊天，啊，吃饭。其中有一个叫走阴差的，啊，走阴差，也许有很多人不懂。那用现在的话说呢，叫灵媒。啊，他这个职位呀，并不高。传递公文，他说有一天上海城隍啊，这轨道里面的啊，送了一批生死簿啊，送到苏州城隍啊，苏州在轨道里面，上海是个县，苏州是省啊，所以苏州城隍叫都城隍，管这个江苏省的。啊，上海的时候在轨道里头，它是一个县。啊，地位并不高。啊，把这个生死簿送来了。啊，是这个是，他接到这个公文，他偶尔翻一翻，翻得很奇怪。他说名字都是四个字五个字的，他把这个事情跟朱金洲这些朋友们谈啊，他是有批不少啊，总有几百个像上千人这样子
的名字都是那么长的，大家都想不通。啊，中国人名字长的复姓的四个字啊，但是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啊。啊，三个月之后，这一二八事变时候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那是什么呢？在那一个战役里面，日本人在那里死的。你看，名册三个月之前就送到苏州，都称王了。就说明，就是在战争当中死亡的都是已经注定的。那个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，你在枪林弹雨里头也很平安，也没死去。啊，这是说明啊，因果报应呐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。招到别人侮辱啊，误会陷害，都有因果啊，自己一定要知道啊，大概总是过去生中我对他不起，有这个过节，现在我所受的是报应的。啊，如果你明白觉悟了，我很欢喜接受啊这个报应。啊，决定不怨天，决定不怪别人。这个账怎么样？消掉了。好啊，这业障就消掉了。如果你还怨天尤人，还说别人对不起我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账不但还在呀，他又借了心愿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而且这个报应呢，肯定一次比一次严重。啊，我明白这些道理。啊，所以一生知道消业障，啊，自己无论受怎样的屈辱，啊，回头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啊，总是自己做得不好。啊，招惹别人加给我这些苦难，逆来顺受啊！啊，业障消除啊！啊，保持自己的心地清净、平等、真诚、慈悲啊，境界确实。向上提升的，不会往下堕落。无论是善缘、利缘，永远保持心境的平和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叫真修行啊！啊，要是没有学佛，我们忍受不了。决定会怪别人，啊，决定有报复的念头，啊，那我们就错了，啊，还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吗？啊，学了佛说还要普度众生呢，这冤亲债主是不是众生呢？要不要度他呢？总不能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冤亲债主除外。没听说这个说法。
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所看到的，对冤亲债主还是提先得度。啊，不但不除外啊，首先帮助他们啊。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稍稍才明白啊。正是他们帮助我消除业障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出去？把我那个冤恨的意思消除了，业障消除了，敌对的意思化解掉了，啊，报复的念头不再起来了。这叫业障消除了。所以忍辱波罗蜜迷在菩萨修学当中确确实实是个核心呐、啊。你看看，你不能忍辱，前面你所修的这个布施持戒不能成为功德啊。布施持戒是什么？是福德。你有忍辱波罗蜜呀、啊，你前面修的布施持戒就变成功德了。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，大不相同啊。有忍辱而后，你才能有精进。啊，有精进，你才能成就禅定，定生智慧呀、啊。所以，忍辱是个枢纽啊，是个关键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早年翻经的法师啊，把这一条翻作忍辱，用意很深啊。啊，因为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知识分子啊，今天讲知识分子，在从前讲的士大夫阶级啊，中国也有阶级啊，士农工商啊，读书人的这个身份地位在社会上最高啊，所以有这么一句话了，说万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读书高啊，啊，所以中国人是崇尚智慧，崇尚知识分子啊，而知识分子有一句口头禅，所谓啊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，这是讲读书人，杀头没关系，不可有辱，把这个辱看得这么重啊，比生死还要重。所以翻经的这些法师，忍什么？忍辱，这特别对中国人讲的啊。那意思就是，如能忍呢，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啊。一切法得成于忍呐、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要想成就，你没有忍辱功夫，纵有成就，成就很有限的，啊，你不可能有大成就啊。
自己一生当中修学，语言非常重要。语言里面第一个是跟善知识的缘，其次是跟善友的缘，第三个是跟道场的缘，最后是跟众生的缘。要结好缘啊，要结善缘啊。纵然过去生中有不善的因，如果这一生能够小心谨慎啊，没有恶缘，不善的因没有缘也不会有现行。佛法里面讲啊，因没有办法改啊，没有法子控制啊，啊，但是缘能控制，所以佛法不说因生，他说缘生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缘确确实实自己能够控制啊，啊，如果有智慧的话，他就会控制住啊，不造一切恶业，远离一切恶缘。啊，我阿赖耶里头确实有恶因，恶因没有恶缘，不会现行。啊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识里头有善因呐，啊，我们存心善，思想善，行为善，善的缘，啊，善因跟善缘相应，善的果报起现行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经上讲这个波罗蜜轮，名，它的名字示现一切世间爱要庄严。确实一切能忍，一切世间的众生啊，自自然然呢尊重你，欢喜你啊，那这就是我们佛门常讲的法缘呐，啊，你的法缘殊胜呐，你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啊。你要是不能够忍，缘就断了。啊，缘断了不要紧啊，你有没有想到啊，如果对方他不是一个修行人，他是一个凡夫，他有没有怨恨？他会不会报复？啊，至少你想做一切善事，他不会帮助你。啊，他要不来障碍你了，就算是不错了，不会帮助你。你要一切法能忍呢，他不但不障碍，他还能帮助你啊。啊，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得好啊，人为上眼啊，啊，在一切庄严里面，他是上上庄严的。
啊，有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能够明白了。我们天天念回向记，啊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我常讲，你拿什么庄严？忍辱是上上庄严。啊，一切人能忍，啊，跟一切人和睦相处啊，一切事能忍，啊，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，啊，一切无能忍，啊，能忍的人。决定持戒，啊，不持戒，忍辱做不到，啊，能忍了，哪一条戒，他会违反？不可能呐，啊，他不会杀生，他不会偷盗。他不会淫欲，啊，乃至于他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他能忍。啊，纵然自己生活过得很贫困，他也没有非外，啊，这个志向，啊，本分之外的。他不希求啊，啊，颜回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居陋巷。夫子感叹道：“要是旁人呢，别的人呢，这种生活很忧虑啊。”啊，可是颜回过这个生活呢？他很快乐，为什么？能忍。啊，父子赞叹了。他忍受得了啊。啊，他落在哪里呢？落在道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讲什么？精神生活充沛也。物质生活很缺乏了，精神生活不缺乏，平而乐啊。那么一般人说贫他苦啊，他为非作歹啊，啊，一个觉悟的人，明白的人，平而乐。平时过去生中没有修福报吗？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没有修财布施吗？啊，这一生当中命里头没有财富啊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可以修。啊，这一生修，这一生来得及。啊，年轻的时候苦一点，不在乎啊。晚年有福报就好啊。啊，晚年受苦是真可怜，体力衰退了。啊，所以年轻苦不怕，但现在一般讲50岁之前苦不在乎啊。啊，希望我们都能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有福报的人，希望多修一点福报啊，帮助穷困的众生。
没有福报的自己啊，要认真多修啊。晚年的时候，改善自己生活环境啊，有多余的还可以帮助别人。这是好事，是善事啊！啊，所以要想得到诸佛护念，善神拥护，社会大众的爱戴，那么你就要知道忍辱波罗蜜的重要性了。啊，什么都能忍，心里头还有稍稍不平，你没有忍辱啊。啊，忍辱的人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啊，纵然遇到苦难灾难，他也能够平稳地度过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句，得增广行轮，名普如一切刹土无边光明清净界。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，无刹不入，无法不照，无见不尽，是为精进。这个第四句是得精进波罗蜜啊！经文里面说的是得增广行轮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增广行就是增精进的别名。换句话说，唯有精进能增广啊。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，一般人不知道啊，啊，只听说佛家也讲广学多闻啊，大概才是真正的净增广行的修学法则啊，精进恐怕做不到。这是凡夫一般的知见啊，精进是什么？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，怎么能增广呢？
所以凡夫学习啊，总是希望广学多闻，样样都学啊，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现前社会，你看做父母培养子女，这个小孩才六七岁呀，父母就给他学很多东西，哦，总是希望将来自己的儿女啊，多才多艺，出人头地啊。前几天到我们这边啊，来表演吹笛子的这位陆先生，你们都见过，他今年82岁啊，他只会吹笛子，他跟我说他吹了75年，一门深入啊！即一门精进啊！他今天的造诣，吹笛子这一门的人，世界第一了。确确实实这在音乐这一方面呢，他的一门通辽出类旁通啊，任何曲调他的一接触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他曾经在50多个国家地区表演，这是很值得一般呢这个家长参考的。希望做家长的时候教导自己儿女啊，从他的成就得到启示，一门啊，这个一门呢自己不能做主啊，不能说我想喜欢什么让小孩学什么，那是错误。要观察这个儿童的天分、根性啊，他喜欢什么啊？这个乐器选一种，运动选一种，专精。到什么时候能看到成就呢？10年之后。你比小孩他6岁开始学，到16岁的时候他就有相当可观的成就。一门深入啊。同时给他学好几种啊就不行了。他的精神体力都分散了，不能集中啊！所谓是样样通，样样松，
不精啊。啊，搞了几十年了，没有一样出人头地。是出是法都一样啊。啊，为什么佛学院出不了人才？啊，佛学院四年。学十几二十门功课啊，他怎么可能有成就呢？如果是四年他专修一门，他这一门东西啊，虽然不能讲精通啊，他根扎稳了。那不一样啊！啊，一门东西，真正能拿得出去，得到大家的赞赏，至少要十年了。啊，今天什么人肯用十年的时间去专门学一样东西？少了，所以出人头地的人不多啊！真正出人头地，说老实话啊，并不是个个都是有天才，不是的，积学而成的啊，这是占绝对大多数啊。事出世间法不专就不能成就，你要成就一定要专精啊。那么佛法跟世间法确实有不相同地方，佛法了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都通了，这就是增广贤论啊，你没有学通，增广的相看不到，通了之后哦，增广就非常明显了啊，六根一接触就通达了。所以这一门呢要深，深怎么个解释呢？什么才叫深呢？啊，给诸位同学说，佛法里面的学习啊，无论是哪一个法门，深呢确实它是有一定的说法啊，那就是明心见性。在教下呢，叫大开圆解啊。那用一般讲呢，智慧开了啊，这叫深。如果智慧不开啊，你的功夫啊没有到啊，啊，好像我们打井啊，我们这边也打了一口深水井啊，达到一定的深度，水才见到啊，啊，我们这口井。原来预想啊是打200尺的啊，打100尺没有水啊，啊，那我听这些工程人员告诉我，达到130尺水就抽出来了，而且水质呢非常好
啊，所以就不必再打了。啊，这个水源也相当丰富。啊，所以这个身呢，真的它是有个度数的。佛法一般讲，都是以见性，以开智慧。啊，你有能力触类旁通，啊，一接触没有不通达的，这就到正果。啊，那么今这个这一句的意思还没讲完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接着再讲。